你要什么好？你要问，你手上的百分之十的股份，加上你妈的百分之二十的股份，怎么整垮我是？别妄想了，尚文，你能不能好好讲道理啊？我不讲道理，吴小高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在我整垮冷山之后，还能留你风风光光的在风尚集团工作。 那我感谢你。那其他员工呢？就因为他们跟冷山工作，你就开除他们吗？这轮得到你管吗？你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主编的主编助理。那 Lifemore 呢？Lifemore 你就不管。你给我出去！我不走！你不讲清楚，我不走！ 你有看到博然吗？我们好有默契啊！两个人这么早出门不太科学啊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博啦。嘘，你别说话，让我想一下。那你看一下我的腮红，你觉得我的颜色应该要橘色还是要粉红色？这边颧骨这边是不是应该要填补夫妻宫？你要吃橘子吗？ 过来的人，快点！快点人！快点，快走！走！走！
急性，急性，急性！你们谁有电话？打一下120，快点！急性，快点！急性！服务人，服务人，快点！哎，来帮个忙，帮个忙！快快快，来！来，走！